大家好，我介绍介绍啊，这是我那个徒弟，现在做了一个，这叫伟大的工程吧。我的天哪，在工坊里，好像我开了10多年的工坊，就没看过人做这东西。这个东西呢，是嘛呢？是他们几个人玩去，好像上哪？海洋博物馆。哦、海洋博物馆。哎，上周二的时候。看见人做那么玩儿，回来之后呢，上周二的事儿，回来之后他回来做这个。然后是中午那个吃饭，然后就正好吃了海鲜，然后就剩的有这个几个海螺，然后我就带回来了。啊，这几个是我吃的。然后上面这个是，然后当天晚上正好师傅吃饭是吃的那种那个海鲜，然后拍了个视频发给我。哎，我说师傅这挺漂亮，我说你给我留着，然后第二天就带过来了。对，其实要按道理这个东西比它贵。还是你吃的高级，我吃的高级。那当然了，你像我吃的这个就不高级，但是反不管高级不高级嘛。我就说这个东西是嘛概念呢？你看这个活嘛，这个活呀，咱就拿下来吧，看看这个活，这是那个丫头现买的一个，好家伙，这个转盘，看啊，你看这个活，你看这个水儿。头一开始他做的时候，我也不知道他做嘛，我就知道他做个这个盒子，把这东西圈起来。等到把它卸起框子来，我说怎么这样呢？你说这个活止水，你说这个活他上了好些视频了，你就看他做这个东西，这东西连鞋子他都能做成火柴，哎，他愣把这做成直的。你说这个东西，我说是不是你越干越回去？你说这个东西，你说这样搓那沙小样的水多漂亮，是这是不是那么灵？是，咱也不知道怎么想的，但是。这个东西就是带套的，这个东西甭看水儿不合套，但是它不是不会做啊。你打开看看，这里它还带个套，这个东西还是真的应该行。你看，你看这里头，看到吗？你看，你看这活讲究不讲究？你看，啊，这个也能拿下来。嗯。亚克力。亚克力。你看这个没有玻璃。整得太严实。对，好，你看到这个活吗？要是那原先我们也做过这活，这块边是铁的，两个做这么一个套，你看这块嘛，它生生的把这块木头它给你挖没了，你说就留这么点，这都是他做的活啊。说真的，要是那我们天津话来说啊，你像你这个活就等于有那个肉啊埋饭里，埋在饭里了。嗯，你说你费了他妈那么大的劲，对，回来之后吧，还讲究，还讲究嘛呢？好好的木头，他给贴了一圈这玩意儿，绒布，正好那个，就挺好嘛，挺好。你原先的花纹，你看看这个木头，这都是影子。要叫我打死我也不贴。你看看这个东西，你拿灯照着看，这里头都是影子，这些木头。我说这个。这个人败家也不知道有嘛办法，反正就是败家子玩儿呗，唱自己徒弟说话都没事儿。嗯，就这话不管怎么说，他这个东西做的应该是挺好的。那打0.5的眼儿。对，这贝壳上是正好，我那最小的钻头就也反二的钻头，然后正好阿雍那儿有一个小钻头，0.5的，那家这工房那个电钻基本上就夹不住，都夹实不住，然后反正最后，哎，我那还是师傅出的招，说你把那个电钻固定了，然后开起来之后，然后你把拿着东西往上边怼，哎，我说这是个招啊，师傅说你这干机加工的，然后还这经验还不如我呢，是吧？对啊，是不是这么理儿？人家然后就把这眼儿打了，对，嗯，人家，嗯，啊，你说，师傅你先说，没事，人家干不过就先攻打。要说论大眼儿，那我连边儿都贴不上人家。哎，司机干活了就懵了，就不知道能打了。虽说人家知道能打，但是你得慢慢让他捣鼓。拿电钻那么小细钻头一摁，不就折了个皮的吗？是，反正都打出来了，就算是行。师傅开始的那个想法是让我拿胶粘，然后我就感觉胶粘可能不牢靠。我是啥呢？就是买的鱼线。哎，那鱼线呢？哎，那鱼线没拿过来。那鱼线在我桌子上拿。哎呦，你也忒会过日子。对，真的会过日子。完了，买的鱼线，你说我们钓鱼时候那0.5的线多结实，就这0.5的线。是，
啊，你看看小鱼肯定造不出来，看到吗？你这我操，我看我都看不见拿去了，看来看那个劲儿都没有，你说你买的也是个伪劣产品的玩意儿，看看你看看，这还钓鱼，那么二两的鱼都完事，这还叫鱼线？这个我寻思绑这个足够使了，结果谁知道昨天我都装裱完了，然后那手轻轻的在上面不小心碰到了，搓了一下断了一个，哎呦给我心急坏了，我说这我得整个的又得敲个啥，哎我一看还不错，能接摸个线头，我又接了一对给缠上了，缠上了，后来我就光怕再碰到，我就贴了后边贴了一层的胶带，然后那碰不到了啊，对，但是200的活就成50了，没错，这是一个是对，没错，其实就用这个多少钱买的，这个3块多钱吧，便宜反正。咱说实话，要搞对象还搞这样的，会过日子，你就不会买5块钱的，你说，反正我们这个东西，这个东西其实它挺好的，在哪儿呢？这个东西你要是如果你嫌贝壳不好看，你可以换别的，对，自己可以换这个，就是后边这个，最后买个那个压片一压就行，对，你往上一拨它就出来了。主要是这个套做的应该还是够好的，多严实，还就算是。行，我说这个在工坊里出了个伟大的工程，这工程多大，好家伙，你甭看这样，你要做这个要这样做，我跟你说你连凉水你都喝不上，我跟你说那肯定裤衩子都混没了，做了4-5天吧得，我这玩意儿做4-5天，我的天，我服了总总，你说这4-5天你这工也不值钱，一个工才3块钱，3-5你得卖1500块钱，钱工钱别提料钱，是我天哪，反正也够价，我就讲讲这个结构吧，简单讲一下，讲讲啊，对，这个那天是以前吧，一直知道这个叫揣猴笋是吧？就做我不管了，做相花的，然后它是这么个结构，就是一块木头分成4份，就是均等的分开4份，然后它俩是这么揣手揣起来。然后虽然知道，但是没做过这个知道跟你亲手上手做一次，就它还是不一样。就第一次做的就是。很松，然后就失败了。师傅说：“你这做成这样，那行，就这是第二个样子，反正这个还行。然后，但是这个它跟那个相框的区别就在于它太宽了，这个厚度这厚，对，就所以说这个地方就是说，我问师傅，我说我用这么宽的板子还能不能用这种结构？师傅说你都这么宽了，那个你就用燕尾笋呗，对啊，你干啥还用这种啥？我问师傅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啥？就是。它这个是分成4份吗？嗯，分成4份。我问师傅，我说我能不能分成 n 等份，就是5份、6份、7份。师傅说，大幼狗那年也没这么做过。说那你跟直笋有啥区别了？还那你不就是直笋，然后这么擦吗？哎，然后我就可能属于那种不听话的那种，然后我就想自己试一下。其实这个，他为什么？那天昨天王军问我一下，就说为什么你这个笋头中间这儿宽了？我是在那个推台上推的，它正好是6个宽的刀，它结果推到最后呢，就剩17了，它分3份分不开了，它最后你要是再这么推的话，中间那个笋头它就漏缝了。没错。哎，我一想，哎，我说算了，我说最后这块就整个就留个大的，它是最后就是呈现出来的是这么个样子。对对对。还有一个问题的话，就是师傅说那意思就是说燕尾笋的话，我说我这玻璃怎么镶？就是你还得考虑它，假如说你使用过程当中坏了，你怎么去更换的问题。师傅那意思就是跟那个抽拉盒的结构似的，就是在这个上边，然后这个做成活的，然后能拎出来的那种。然后我就想，我说换个别的我没试过的结构吧，所以我是这么着把底下整个的这个就是给打掉了，留了这么一个小的一个台儿。然后因为打这个台儿的话，我当时我就想，我假如跟这个正常的做法一样，我画到这个它的这个宽度连对角线的话，你这个我一打的话，这个漏档底下就漏档了。所以说就是这个还有一个窍门，对，就提前刨出来你要打的这一块的这个量。那的，对，你作为手艺你就得知道，你那么宽，你打完了没了这块，你这漏子活，是你还用问的呢？是，再一个活就是应该的，反正活应该还行。你不看你啊，这框子，要是估计是拽老远，它不会散。是，做活还行，反正要是在工坊里，要是论抬杠，这也是冠军，应该就是。
他刚不是什么董事长加总经理级别的，我的天哪，你简直就是一个，反正你在我们那年轻时候啊，干木匠活时候真的，说不好听的，他这也是一招，就抬杠学手艺。你他不会，你这活就不应该弄做，谁说的？这俩一做他会了，这个东西是过去在我们这个这辈上呢，还有什么烤楞这块，其实我明明做不过他，我是跟他不服就比划呗，就烤楞呗。我们说的干活原先我们管这个工作他叫楞，要不咱俩烤个楞吧，烤楞吧，一烤完楞之后，你记住了，没有一个输家。为嘛呢？那阵为嘛都在我父辈儿的老大比武，有各种的奖赠呢？你输了，他带你对过干，你也学会了，也知道怎么。哎，对。你赢了那个人，他特别美。他输了那个本身他就没拿好钱，就惦着学你那个东西。所以说这个手艺呢，他这里要心思说手艺的事儿是吧？他比学赶忙抄是吧？反正这么事儿，其实真的他都不是坏事儿。嗯。我们俩主要是其实做这个东西还不是说。说多嘛，也就是跟大伙聊聊天，拍个视频。我就说，你看这小活儿，活拆的啊，活拆的，看到吗？啊、撒开，你想这个活儿能撒开？你说，你听这个，你听。回来之后，这活做那么好，把这活做那么烂，行啊。这个最大的价值就是因为就是说，它本身对不对？你吃饭剩的东西，它不过就是成为垃圾了。然后你动动手，然后把它。装裱起来，它又就说白了，我是赋予它另外的一种价值，它提供审美也好，是什么也好，就变废为宝。嗯，哎，这个就是我觉得很开心的一点。开心嘛，你要变废为宝，你这个东西好像20块钱一斤，这15块钱一斤，你工地都加起来。是那个，你要非得说钱那个啥，因为后来我装裱的时候吧，我还上淘宝搜了一下，我一看，我操。10几块钱卖你个10好几个，都特别漂亮，各种都不一样。对呀、啊，哎，我都想花钱买了。我转念又一想，我说不行，我说我要花钱买了，它就失去意义了，对吧？我就是因为吃饭剩的，然后我觉得它没有用了，然后我把它捡过来，然后把它擦洗干净，然后给它装裱起来，它才赋予它另外的一种生命力存在的。那都是你们高人说的话，这玩意儿来了，在工坊找铁刷子。刷完了之后拿布轮抽，过来之后还打得辣、啊、对，打得辣也看不出弯来，反正这样吧、啊、还行。就说最不好的就是把这木头给找去、啊、你说那么好的木头铁了一层这玩意儿，但是这也这叫艺术是吧？好，这意思啊，好好好。